我们也不要说打宝啊，你现在等级跟装备都没有就不能打宝了。OK， 进来了，进来了。OK， 娃娃一次啊，娃娃一次啊。那他目前大家都知道嘛，他是七只黑妖啊，然后他是伊佛利特跟巴丰特啊，目前有两只红蛙。当然，开给他一个吸血鬼或是骑士范德是最棒的。骑士范德跟吸血鬼是最棒的 ，OK， 只有一次机会啊，我们就直接来了。聊天室，聊天室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喊声七啊，准备好的话就刷一波七啊。希望黑妖王的欧气可以让我看到这三天的第一个闪电啊！我最近真的是没怎么看到闪电。OK， 来喽，四蓝和一红，娃娃。万紫千红，吸血鬼、骑士范德、爱丽丝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七只黑妖啊，同账号无氪七只黑妖70等啊！大家如果没有还不知道他的话，我之前有剪一部影片，上个礼拜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接收到聊天室的集气了哦。四蓝和一红，娃娃万紫千红，红闪电，我还你原。心闪起来了，有了，呜呼！哎，有骑士范德，有骑士范德跟那个爱丽丝，哎，结果伊佛利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二分之一的机会会合到想要，因为还有木乃伊嘛。木乃伊王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啊。木乃伊王我觉得可以，而且他是不是少打一个字啊？他明明是木乃伊王嘛，为什么他这边是打木乃伊而已？聊天室，骑士范德、吸血鬼、爱丽丝，骑士范德、吸血鬼、爱丽丝，聊天室一波吸，聊天室吸刷起来，刷一波吸刷起来，好不好？刷一波吸刷起来，一波吸。如果是巫妖的话，真的没办法了，因为他也没赚可以转了。一波吸，一波吸，他这个的话，不要眼魔，不要吸血，哎，不要巴丰特，也不要伊佛利特，也不要巫妖。所以他不要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个有难度啦，这个有难度啦。希望吸血鬼啦，希望吸血鬼啦，来咯来咯 ，Go！ 吸血鬼，聊天室见证奇迹的时候，谢谢聊天室的奇迹，吸血鬼，我还你原心，有吸血鬼，吸血鬼，吸血鬼，拜托。吸血鬼，哇，哎，你四八是攻读生啊 ？Dan Frank， 你是不是攻读生啊？你是不是军事那边的人啊？为什么你 ？Holy shit！ 哇！我好想要你的账号哦，好想要你的账号的红变红娃哦，要求哦。吸血鬼，我还你原形啊！一次毕业啊，一次毕业啊 ！OK， 谢谢收看，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。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 P 的消息，欢迎到 Twitch、Facebook、Line at Gameplex 上面搜寻小 P 的账号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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